翻转头啦，佢嘅前方啊呢个天桥啦就俾人整坏咗噶啦，而家啦只得翻一个空间喺度，佢要跳过去啦，定系攬过去啦，要先知自己逐摸一下，睇清楚望清楚。好啦，咁我哋亦都见到现场有位游客啦，挂咗呢个头青嘅，非常之感谢你嘅大力支持捧场。水咧，真系会滑。以后表演咧就麻烦啦。黄飞鸿纪念馆，刚才嗰个表演台，侧跟原来个艇都好靓嘅。古色古香，做到。飞鸿天地，呢度听过以前人哋讲番干，呢度应该系一支番干嚟噶啦。系黄飞鸿纪念馆。要睇睇呢两只咁可爱嘅狮子啦。左边呢只系右边嘅，入到嚟，师傅拱手为礼，
當然是用翻啲燙籠嗰種啦。哇！下面個膠真係好古老喎，仲係咁嘅外邊雕屏好靚，一共係有兩層嘅。咁有時會喺呢個空地度咧，係表演功夫嘅。李連杰嘅電影《黃飛鴻》，當然仲有關德興嘅啦。仲有卡通啦，仲有漫畫啦。關德興電影以外咧，亦都粉墨登場做過粵劇嘅。當年粵劇用過嘅獅子嗰塊皮，樓上嘅展覽廳。邊咧都係講翻曬嗰啲電影劇照啊，咁樣呢度真係好多好多套有關黃飛鴻嘅電影。樓上嗰個騎樓廊係好靚嘅，出嚟咧就可以望落去對面頭先入嚟嘅地方啦。下面咧就可以一個表演中心。不過今日就沒有播放，這些是上來樓上的樓梯，現在落回去了。因為又去飛鴻影院的樓上有播映室，樓下有角色拳，有很多啲拳術的功夫，鐵線拳啊各樣嘢。展覽廳的樓下，咁呢度可以有很多活動噶啦。咁啊，十八般武藝，很多架撐喺度。師傅的畫像。芝林的復原樣板，五八年慶祝黃飛鴻的宗師寶誕，這是那些門人。另外一個展覽廳在樓下的是黃飛鴻的第四夫人，拳術很厲害，是教頭來的。桂蘭將黃飛鴻功夫發揚光大。是飛陀，哇，真嘢嚟喎！黃飛鴻都要做走江湖賣藝謀生嘅日子噶。後生嗰陣時間喺廣州，
就試試喺呢度咧，呢個巷嗰度咧，係學識功夫啦。除咗跟爸爸往期影雜報之外咧，就喺廣州13歲嘅時間咧，就佛山鬥士巷賣武遇到咧鐵橋衫嘅首徒林福成，拜佢學藝，學到鐵線拳。咁而家就入去文堂嗰度睇下。看看